来人，掌嘴。三公主，那不是程娘子吗？天都不忍负我，让他撞到我手中了。站住！大胆，深宫之中，见三公主先不予行礼。三公主，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吗？就随意起身。这些时日，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，母后可曾教过你，在宫中，贵人若未命你起，你便不能起。还不跪下！在宫中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，罔顾礼节规矩，该当何罪啊？该当死罪。那便拉下去杖责好了。三公主，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？你我是无仇人，但我最讨厌无自知之明之辈。谁能想到十一郎挑来选去竟看中你这般货色。你既闯入皇庭，享了不该享的福气，就该承受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。来人，拉下去，给我掌嘴，打到凌不疑心疼为止。等等，三公主既知道我未来郎婿是凌不疑，我阿父是曲令侯，我是奉皇后之命来长秋宫凌训，你百般刁难不说，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，当真是不把圣上皇后放在眼中吗？你牙尖嘴利得很啊，可惜今日长秋宫的人都不在，可没人护得住。身子不低，手放平，这才是与三公主回话的仪态。看什么？来人，掌嘴。看什么？接着来啊！住手！楚妃可是要拦着我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？程娘子入宫，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亲教，三公主责罚少商不守规矩，可是说母后没教好，要当众责罚母后吗？楚妃严重了，母后方才还询问我，一会儿就是午宴了，怎么还未曾见程娘子入宫服侍？我总不能回答母后，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，要亲自教授规矩，所以耽误了时辰吧。楚妃何必急了，我不过是与程娘子开个玩笑罢了。既是母后需要程娘子去服侍，那还是赶紧去吧。